監獄年青化，加拿大人口老化，是一個很大的對比的。監獄為罪犯提供一個改過更新的地方，使他們能夠再次融入社會。哈，第一次去探監獄究竟會怎樣呢？為什麼這件事會發生在我身上？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？今個星期日下午4:35，生命恩泉將會請來 Rita 和兩位定期到監獄探訪的義工，了解一下他們為獄中的弟兄服務的體驗。